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蓝星。然后刚刚推特上这个卡尔曼这个兄弟呢发了一个，我看了这个 Prism 这个 XYZ 这个生意平台。现在呢我们去做一下。卡尔曼这个人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，经常会发一些这个很早期的这一些信息啊，然后也有很多这个空投或者 PVP 的。那么我们可以关注卡尔曼兄弟。首先我们点击这里点开。然后呢，如果说，你这里有个 Connect Wallet， 你就点击一下，点击连接钱包，连接用以太坊，用以太坊钱包去连接。连接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这个 Get Early Access， 然后呢，再点击一下这个，这个是 NFT 广场。点击 Get Started GM， 这是干啥 GM， 啊，中国人，New Square，20家吧，0-2，啊，选0-2吧。推特 handle 就是那个 at， 啊，这里一定要把这个推特的私信功能打开啊，好 ，OK。啊，或者说，那你这里就输入这个 Discord， 好 ，submit， 这样呢，就是去注册了他的这个早鸟啊，然后呢，去关注一下这个他的推特。啊，关注了。然后，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就是已经加入他的这个早期。那么，我们去关注一下这个卡尔曼兄弟哈。关注。诶，啊，这里已经关注了，然后关注了之后呢，啊，我们这里呢可以去，我看 ，request futures， 啊，去验证一下推特。点击 authorize。request future， 看一下。凡是新的就我们就尽量多点一下嘛。点击 log in，
这个应当已经注册了。刷新一下。好，这里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是已经注册好了哈。然后去修改一下这个简介。点击 save， 然后我的 NFT， 我的 token， 我的 POAP 啊，你看我就没有多少 POAP。Discord 也可以关联一下。好，去进入一下它的 Discord。它应当是跟那个 Galaxy 估计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，然后就是可以跟那个 Debunk 这些啊，我估计是差不多啊，可以查看你的有多少 NFT 啊，然后有多少 POAP 啊，类似一个，我感觉是类似一个社交网络一样的啊。一般来说加入 Discord 会有这些动作，然后点击一下下面的符号，去 GM 里面打个 GM， 然后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啊，我看按 Ctrl 加 K，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它是一个 Web3的社交投资平台。我感觉就跟那个雪球差不多吧。我的翻译坏掉了吗？NFT 翻转手就是 NFT 短期炒手，然后呢是 GM Hunter Undervalued 的，就是寻找这个类似于
低估的项目。我可以选择低估的项目吧。介绍一下自己。然后呢，去发一下自己的这个推特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应当。总体来说就差不多了吧，可以多关注几个人嘛，比如说这个人，好，他的是$140,000，那么可以关注一下。727个 mint 了，304，588，869，好，那现在最后一步呢，就是，feature。看这个人，48,000多美金，算了。最后一步，就是把自己的主页哈去分享一下。有这个早期项目啊，一定要去多体验，然后呢，多形成自己的链上的这个数据，链上的证据吧。有可能到后面空投的时候就有你的一份。啊、我也艾特一下这个卡尔玛。
本次那个录屏呢就到这里，如果说有对这个平台感兴趣的哈，也可以尽量的去多去那个看一下。这个人，哎，这个人好像95,000多美金啊！关注一下你。哦 ，ENS， 好，我可以把自己的 ENS 搞一下。验证一下自己的推特，YouTube。费的应该是信息流，我看看这个 ENS 怎么弄。哦，那这里就是一个 Notion 文档啊，告诉你这个 Prism 是怎么用的。先翻译一下。Blog, Discord, Twitter, Request. Search. 反正遇到一个新的东西就尽量多点。对呀，
我也能有 ENS。搜索 ，explore。看来这个要去问一下卡尔曼。啊，这里可以去点击一下后关。那还是肯定有一个入口啊，可以互关的。那如果说我要去把 ENS 这个域名搞上去的话，肯定还是要把这个文档全部看一遍。现在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，反正就是在这里啊，有这个get started 的。这里呢，它就会告诉你整个的关于这整个界面该怎么操作的。然后这里呢是提交一个工单，就是比如说你想要这个平台，啊，想要这个网站需要什么样的功能，你可以在这里提要求。这个 blog inus medium。啊，这是它不是 medium。社交网络 2.0 我这个应该填下来，啊，这个已经做过了。那么这个 ENS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，晚点弄吧。本次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